种现金甲催落，哦，系啊，计就甲压落，真正起来现场回馈予你。啊，无你要食这个生，那生食是遮尔低的甘肥，绝对买无这个价的，好无？相信我，相信我，一定袂过来霸心吗？优度家己去看就好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包甘肥是天然的，这袂组合的。第二，规包无甲你洗药的吼、哦。这个阿姨，大礼拜来看，你看，大礼拜嘛来看我甘肥卖偌济，你甲问这阿姨，哦，来看者。这个叉叉的话，啥物都免谂啊，食嘞，若无像生食纸安尼甜啊，你食起来幸福了啊！吼、哦，我甲你卖卖歹算的啊！啊、哦，嘉义优中路凊彩海产行入去，一包干贝炒起来，若免三百来来搞老贵，三百，一包叉三百，一包九百或者千八，千二拢好收起来。只要你食到上好的干贝，上天然的，一千五块了。来千哦，来干贝，我食一千块。哎，一千差不多食干贝一千，我只互你俄罗斯你会得志的，嘿啊，无甲你好笑的。哦，最近真侪人买着拢来甲咱俄罗斯的，无甲你创的啦吼。就是我讲伊有偌好食，人家买着好食，安尼才是厉害啊。我讲伊偌好食无效，一千差不多食一千，啊，一百五二啊，一千啊，一百五二啊。来钱咯，食看卖啦，别甲你害啦，一千好。伊个是六百先帮收着，无太乱。我猜啊，我先开始收，我会乱的，我再开始讲收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直接一千的啊，一千的啊，来只一千，一千啊，来一千两个啊，两个，我要是七，无啊，毛豆是两百尔啦，啊，两百，要六百啦，六百尔啦，美女，我袂甲你乌白送啦，你看美女话，我要加一包啦，啊，迄个钱我无给，啊，我来你讲，一二三四五，你几个？我两个，你甲我买一千块落啊，我一包要送你，我先买啊，成果真正从二十几千，我无甲你骗你的，一千有两个来无？一千，来一千啊，我两个啊，拢有啊，来。今仔日拢甲阮五甲你起价啊，加价钱的七百块哩啦，全部三个人客，赶紧价钱，一千块钱。一千喽，一千喽，我收两个啊。我冇一千块，我尽量我大家吃好欢喜啊。我搁收一个人客钱好哇，够人加价钱。来一千喽，一千喽。欢喜也是安尼啦吼，小弟要卖你的干贝，绝对不是甲你骗一家。我绝对让你吃了过来，好不好？讲真心的，我一包卖袂过送你，最后搁一个人家，你唔免搁考虑啊！你绝对买无这个价钱，才天然的干贝，搁一个落好不好？一千三百，一千啊！最后一个，太头前啊！大，谢谢。啊，那你若出手，我讲我听，感谢大。三个啊！一包大，感谢你出手，我一包搁送你，好，你唔免搁考虑啊！一千落报得过。三个啊！是甲到底上无？一千块，你吃好爽。我从过应该搁三四天就刷了，哎，大哥有嘛？我给大哥呀，迄个大呀。啊！你搞几个？我两个啊，来去拿一千啊！一千块两百只，我一千块。我一个去平，一个出手可以吗？来一千啊！一千啊！我一个人家出手好不好？一千块，够两百只，干杯啊！正甜的啦，别跟你闹笑啦，别跟你闹笑。一千块两百只，干杯嘛！来一千啊！一千块，以上拢有啊！吼，谢谢。无搞我买的人家，麻烦吃看卖，好不好？吃看卖。今仔我若卖你做，我直接一直叫你买，我头家唔对。今仔我叫你吃天的，来你无买来出，无出手的来五包我。来五包，五百块，一包够你，来一包够你，我讲给你听哦。你搞我买五包，我赶快大卖给你，好不好？一个人卖出手，来一包够你，来五包了，五百块。五包，五包，咱要吃无？五百块。来五包。美女，你搞要干杯。来，啊，你来跟我讲，你要五包一千。三四个一定要一千个，哎呀，这四包你哪有可能三四个我同你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我白跟你讲的，哎呀，美女，我今麦你看，我是为着你看，你后尾爱要爱你就跟我讲，你就讲你白安尼，我就跟你包过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伊个箱啊，伊个叫你买哦。来，到咱要买五百的无？没有了哦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五包来哦，好听，套丢来，套丢来，好，我知，来。再三，再三，甲大家恳求，再三，甲大家麻烦一下。卖你天然的，卖你无洗药啊，死的人客，麻烦无出手的，甲我揢两包，当去查看卖，帮我鉴定一下。真正无像我这个嘴讲出来，麻烦你揢来，我钱用你。你也无咯？哎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三个，你也无？来，一百个，干杯，搁起来，进来。三个，好，一个哦。干杯，再起来。来，这样。一百个够不够？一百个 ，OK， 等下再找你。还有能量吗？哎，两百五啦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你三百十五三。来，迄个我敢会当先卖一个鲑鱼无？鲑鱼敢会当？啊，你想想哦，你想嘛起来，迄简单嘛，你卖。来，迄个下多提五百。我变哪会先等下好？我包鱼甲你好话，你。处理哦。好，你帮我买下来。啊，即话恁讲哦，我即话要介绍几样物件，俗俗安尼啊，啊，不会做好食吼。来，这是我卖足侪年的蚵仔丸。伊内底有包咸鸭肉，一盒内底有十二粒，煎的、煎的、气炸、烤肠拢会共三种料理尔。今仔日一盒十二粒，百二两盒米也是。我来讲，
唔免哦，你家己也是吼，一个人买一份，先加钱的两包来咯。两包，蚵仔丸，来一个啊！你买两包，我加一粒送你吼，36粒的蚵仔丸卖你200块，买无啊，一粒剩几块银啊尔，先加钱的只有包咸啊两个哦。我最后搁招一个，我搁加一粒，48粒哦，你两包头前一个啊，两包咯。最后一个200上面点没有了。200，这一缸到家了，这教会卖，这卖拢送来了。来一包，有咱们试吃看卖无？来边啊，一个啊！最后一个100无？来买。你咧？来1000。最后一个一包上面。800啊！你边个上面搞我讲？教有真空？你搞我崩了啦！你崩我以后唔知你搞我崩啊！来啊！你起机，迄机号啊！哦，你真变。最后这两下一包麻烦一下，我卖去留好不好？100块，咱要吃无？100。100啊！最后这两下，这下好来啊，好来啊！感谢你啊！这个用钱的。你要啥起来？啊，这你要吃鸡腿哦，拢无啊，剩一箱尔，我都卖一箱尔。你若要吃鸡腿，你两包我拢啊。来两包。这支叫牛啊凉的无骨鸡腿啊，这支啊，若要吃两包我啦。哎，两包。啊，这你要鸡腿嘛，这支嘛，两包了，200块。好吃啊！这无果粉嘞，两包都收钱。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哦，你来拢无贵了，今仔买两包咯，加一支哦，你加两支哦，你加三支。来两盒啊 ，OK 啊。谢谢，谢谢。来两包。来两包，够要食鸡腿哦，三支、四支、五支哦，你六支哦，你七支、八支两包。好，两盒啊。还有人要吃鸡腿吗？两包。200啊。拢有啊吗？哎。够了没有？来，谢谢。好，来。700，200，够了没？200，来几个人包给我吃？这边啊，新龙，来包起来，收大一招啊！大一招啊！五百，我那边700，200刚够要吃，500都够吃。那你先拿过来啊！够了没？100块试吃看卖无？你唔好买过来。100来，来100啊！够了没？100，掏钱，100，我们掏钱来找。100，伊迄个高发的店咧，高发店咧，干贝咩？干贝给侬包起来。来，你甲古巴我准备好。今仔日是几号？但是昨日我来送货，送货给侬包。啊？今仔八号。顶个月月车哦，我有三个囡仔，我迄个第二个哦。伊讲伊要报英语，英语也对人袂对。顶个月月初报，阿姨报伊讲，但我甲伊讲，我拄下班当伊也要困，做生理当的。我甲伊讲，以后哦，你今仔开始报，明仔载开始，咱伫全讲话，咱拢用英语。一句话我拢无阿咪讲过话，我袂晓讲嘛。古话我拢无阿讲只讲阿一句话，我讲即马可能想讲要安怎咧。但即马来讲哦，咱是得，你要食啥物种，上点古吧。来，我先给这点好的，这剩这俩吗？你那多少分吗？没有。帅哥，1000块收这？可能无啊啦，剩你1分尔，无啊。这种也无啊啦。哦，真正无啊，怎啊好？你应该是好你尔。来，六，来，来，1000一个啊。来，我看这剩几块。来，搁一个人家有人要吃无？邱医师，安哥是500，伊会伫边啊，加油。伊会伫边啊。来，要钱？钱啦，减一袋。好啦，好啦。真正减一袋啊。哎，最后搁一个四包上面啊，这邱医师，搁有人要吃啊？全家俩。4包有人要吃无？400包。哎，400啊。有人要来无？帅哥，感谢你支持，我再搁卖你200了。我都无啊，一袋50块，先这样。来，我来包起。来，我来要吃这个。这是美国背煎的骰子牛，给三台好吗？这铁板烧一份420，这三包伫铁板烧吃来超过1000，全部三个，唔免千二，1000块上面就1000。来签咯，这两包够上你。行，你有你吃古巴一包，你要不要？1000两面吃无？1000。来签咯，一包过来。大哥，我叫人来摸无？1000块上面吃1000块。签咯。我来讲啊，好啦。你先给钱，我一包过来啦。你先给钱，我一包过你啊。我来讲啊，我嘛无啊。
买无这个背煎超好食，来啊，这包够你啦，一千有人买啊无？1000啊！有人要食背煎晒牛无？1000块。来签拢有啊哈，食袂了你试食这包看卖五百了。来五百一个，500块试吃。五百，姐咯，你也对一个。无无无，我一个。来弄啊！哎，一箱掉。来五百，有人要试食无？500。哎，500啊！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来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导游你看咯。你是面试啊？当然想办法。来，免啦，人家讲过检查。来套酒嘛，套酒有我看卖者。好了，好，啊来飞机先来啊，到飞机。啊。飞机在，飞机先来啊。给对讲啊，来。来给对讲，查一下酒桌。来，到来要食鸡腿卷，这当然真正的就好啊，哈，不要等我先。来鸡腿卷要吃，买三百二啊，或两百三要吃啊，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，两百。两百三要吃啊，两百。鸡腿卷。有人要食鸡腿卷的无？哎，吃啊 ，OK 啊。这做好吃啊，这真正的做好吃，这用贵的鸡腿包来给你包鸡皮，五条你六条，七条，我来讲这三条搁啥？我无来你记这钱，因为轻松好记两百。哎，我无来记两百够不要？两百二要吃吗？鸡腿卷。哎，两下啊。来，谢谢。你让我帮你客气了，好啊。你帮你客气，小伙给你帮忙。两包。切，来个几个？好一个啊。来，两包。这要吃鸡腿卷的无？这盖方盖好吃。拢有啊吗？哎。鸡薯条够啥？哇。来，到人要买一百块鸡脚看卖无？迄个鸡腿卷，有人要买100吗？四十一百啊。有啊吼，来，你望你个，给我加。一百你到底？来，你个请客。我来请教一下，到人要吃鲑鱼。切。到人要吃鲑鱼。来。哎，好，下鸡先落。啊，你下好，莫阁下鱼片，下过迄落套条鱼片。来，我甲当先卖鲑鱼哦。鲑鱼了，我卖。我阿姊，你过来查套条甲泡贡个嘛，甲套条嘛。